爆炸了，出大新闻了！哎，快快快！ZGDX 的双 C 是不是已经好上了？之前就觉得不太对，什么妹子？我觉得眼神骗不了人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，第一次在 MVP 采访中提到童瑶，陆思成称赞他很强，垂热眼，眼角柔和，唇边带着淡淡笑意。哇塞！ 童瑶鞋被小胖踩坏，被陆思成抱起来的那张经典动图必不可少。你看这个，还有这个啊！看，哦，两个人第一次去看电影被粉丝干，可童瑶仰头看着陆思成，粉丝迅速扒出两人恋情，实锤！哇，绝了！哦，你们看什么呢？江天华的事上热搜了。 No，给你看照片，刺激吧！我的妈呀，这嘉年华这么好的事儿都不上热搜，这怎么上了？我们战队双 C 什么时候在一起了？本战队经理表示没人通知我呀。哎，童瑶，咋回事啊？为什么我们战队的人知道的比竟轩养殖场上的网友都晚？哎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偷偷摸摸这些小动作的？蛛丝马迹可以掩藏。 但是看人的眼神骗不了人，骗不了人呢。什么眼神？网友真的堪比福尔摩斯啊！要么就是两个人的绝对在一起了，要么就是成哥单恋 smiling。 哎，童瑶，我们不敢问陈哥，你快点说，已经有网友打赌要倒立吃翔了都。哎，你看这个，这是啊？哎呦，这只眼睛里面都快淋出水来了，我的天！ 哇塞，这也是 P 过吧，我看到我要吐了，我要发给我妈观赏一下。夏天到了，又到了你大儿子一年一度发春的季节，往年他隐藏的很好，今年大概是没有。大半夜你们在吵什么？不让人睡觉啊？竞圈养殖场有人说你暗恋童瑶，明明是说我们苟合了。不啊，楼主妹子说了，从你的眼神能看出来你暗恋童瑶。 童瑶在看比赛，你在偷看她。嗯嗯，对啊，我暗恋她。啊！无聊。啊！哦。哎，不就开个玩笑吗？也没人真说你们在一起了。哎，我的猫猫已经无药可救了。 放心，有我在。你脑子出去换一换吧。啊！哎。好的，现场进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决战平安京2020全国联赛的比赛现场，我是杜东，我是今天的解说小乔。 今天是 CK 对战红箭，强强对话，又是刺激的一场比赛。哎，又可以期待杨神的花式操作了。快看，这是什么奥利？边境本是转又续集了吗？嗯，这个最。 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哎呦，这一唱歌，我都忘了刚才要说什么了。不过这些人真的很能搞事情。嗯，好尴尬呀！你尴尬什么？你不说你不刷竞选养殖场的吗？就是，哎呀，就是平时这个解说完比赛吧，我肯定也是不会看，就好像很多选手打输了比赛，也会把那个 app 卸载掉一样啊。怕被骂？啊啊，对对对，但是啊，如果有一些不得了的大新闻，我还是会去关注一下的啊，毕竟。 作为一个解说员，消息也不能太落后，是吧？那我还真的是小瞧您了。哎，关注赛事的同时啊，组织里太尴尬了吧？以后还怎么比赛啊？再忍一忍，马上就开始了，开始就没人说了。看来你还是竞圈养殖场资深潜水。哟呵，好了，那不是陆思成吗？今天 ZGDX 也过来观摩啊？杨神，春季赛那一幕到现在可都记忆犹新啊。杨神。 我今天可得着重提醒你一下，你今天可得稳住哦。嗯嗯嗯。
哎，导播又是在搞事情啊。喂，最近 Smiling 和 Chaseman 的关系真的是备受关注啊。是的，哎，这么一看两人颜值还是蛮般配的。我掐指一算，今天有大事发生，小心一会儿下去的时候被粉丝打。摄影大哥，你也跟我过不去是不是？看来我今天就不该来。什么？摄影大哥搞事儿吧？这导播大哥这搞什么名场面啊？表现，但今天有点特殊啊，是两位选手，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。你们在期待啥呀 ？KC，哎，你笨呐！这份热爱意味着，哇，我是被绿了吗？不顾一切。哎，杨生，你这样，杨生，杨生，好了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别气了，别气了，别气了。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，我们发现摄影机已经捕捉到了 ZGDX 战队的 ADC 陆思成以及中单童谣，他们俩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坦然接吻，已经公开了恋情。这一幕令在场的人无不惊讶万分，而坐在比赛台上的 CK 打野简阳更是被这一幕气到摔了鼠标。厉害了，我的姐妹，今天要是我啊，我肯定吹到孙子辈。想当年，你爷爷和你奶奶我。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吻了。别轰炸了，我估计我爸妈很快就要刷到别墅来了。他们怎么说？能怎么说，我妈都懵了，问我到底是来打职业的还是出道演偶像剧。还有我大学四年的室友说要跟我绝交。啊，谁让你打着打着游戏突然跟电竞男神谈上恋爱了，也没跟大家说一声，当然友情容易出现裂痕啦。你还笑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什么怎么办？等着加入豪门呗，或者等着陆太太砸500万到你脑门上，让你离开他儿子。我也不想公布的，我就知道会被喷成狗。万一以后比赛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？万一我又被人打爆了怎么办？万一陆思成的粉丝跳楼了怎么办？你谈你的恋爱，你担心别人干嘛？成哥爱你就好啦，姐妹也爱你哦。你看，你有好多好多爱。嗯，我被他们说的也像中了邪一样，我也开始有一点怀疑，是不是电竞选手谈恋爱就是影响不好？你们又不是从今天才开始谈恋爱的呀？啊，你们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也没什么影响啊，不都好好的吗？怎么，这么好的男人？让出去，滚！